起步最快，中間拱兩步咧，紅色帽金槍霸啦，開邊都快，黃色帽年年贏啊！大外檔就白色帽嘅大師兄，裏邊落檔咧就係橙色帽嘅陰陰威咧，中間騎翻上嚟第五位咧就是、黑色帽勇強追風啊！慢咗少少兩隻馬咧就係命運航班啊，拍住啊嘛，金槍傳奇起步大漏閘嘅。好啦，啱啱過呢個八百米段處嘅單騎放咧就是、金槍霸啦，咁帶嚟個零馬位嘅，守住開邊外檔第二位年年贏啦，落檔第三位少少上嚟跟陰陰威，跟住第四位勇強追風啊，起步快，等就落第五位大師兄，開邊上翻啲嘢見到。嗰只马金枪传奇啊，缩住里边落档嗰只马就走势麻麻地嘅命运航班。好啦，转四百米入最后直路啊，走中档仲占三四嘅马位金枪霸咧，里边揿翻住先阴阴威，开边上紧啲年年赢啦，中间骑紧上嚟就系嗰啲黑色帽嘅勇强追风啊，咁啊嗰啲金枪传奇啊，命运航班唔入镜嘅。好啦，金槍霸呢條咧越放越順啦，帶嚟七八個馬位嘅。好啦，個鐘點嘅時候啊，贏第一組試習就係金槍霸。跑第二名就是年年贏啊，第三名見到啲馬咧就是後上陰陰威，第四名就是大師兄。